现在这个腰，哗哗，就像你上次给我摁的那个点，一下就软了，是吧？一点劲儿都没有，就是腰没劲儿。嗯，但是呼吸现在都可以了。啊，呼吸好多了。就是你腰没力，腿就力不够。对，我现在最主要就是这个腰，就是特别明显，这边感觉自己能滑下来，自信心什么的都够，一到那儿，啪上就不好使。等你真正发力的时候，腿一下子就直了，然后就一点都滑不了，就放弃了。别人就往前滑，我们放弃了，滑不了。就这现在就这样，比赛就这次比赛的时候，这里面滑着呢，滑滑一下就这样，就一点都不好使。哪只腿？两只。啊？两只。最明显的就是。就突然就两只腿。对，直接就不好使。直接就不好使。就是这边穿到肩滑着呢，一下腿就直。就这样，一点都不好使，一点都不加品，就思想上想法一直品质都在那顶着呢。但腿不听使，哪只都不好使，哪只都不好使。对，那我还有一个问题，你这是在最后冲刺的时候，还是说就你想发力？就最后两天，就最后两天，就是你想发力的要冲刺。就累的同时，然后最后两天，按正常的话，就我们队长知道我比赛啥样，那越到后面越猛。现在是越到后面越蔫了，越没劲儿。嗯。哎呦，这左腿特别明显，是吧？对，左腿是特别放松，对不对？嗯。右腿稍微还有感觉，还是有一点，但左腿特别放松。嗯，是，又不一样。这一样啊，而且不是这样就能感觉出，我就最严重就是跑步就是腿都沉。对呀、啊，就是都是有的时候就是跑就就这样了。对对对对，发短提那样。对，然后就是给自己弄的就是懒得想跑，懒得想跑。明白。现在就是刚才抬腿，你看都好多了。嗯，是吧？嗯，感觉到吧？哎，呦，是轻松多了啊，这轻松多了，对不对？这轻松多了，不一样，这回以前弄的不一样。就那个时候，就懒得动了，都不跑步都不愿意跑，就跑跑这样。对对对，就软了。嗯，对啊，现在不会，你会比原来的成绩会上很多。行，这个是，谢谢你啊，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希望你有好的成绩。感谢。这是任泽宇，八一队八一男超队的姚帅，被我超越上到第一位。任泽宇处在第二位，第三位是青岛的林春兰。好的。杨帅，八一南昌滑冰队。